俺来了，非过来发把枪啊，发点枪啊！你要啥枪？我要 AWM 加大菠萝。哎，我们找个地方守，给你们扫房。喂，找个地方守房。我现在在一个，你看我们在哪儿？你等我飞过来。他妈的，他这个速度我感觉比飞机快呀，飞的速度。我也感觉。你在伞上面能直接开始飞了吗？不能。有人跟着我们。我操！那有一队。啊？我们只是一般的人，对，不要来追我们了。对啊，去吧，好，我已经有枪了，来呀、啊！人呢？来呀、啊！来找我呀！哇，来的飞来了，来的飞，来飞发把枪，来的飞。飞哥，发点三级包啊，三级甲、三级头什么的。来，你怎么是胡子的？我靠！你怎么是金色的？哎，低调。我的天哪，你怎么这么牛逼啊？三级包来点呗，兄弟。我先自己搞明白啊。哦。哇，他身上冒金光的，我操！大圣轮回，我靠！太你妈帅了！我操！蓝圈感应器紧急救援套装。载具维修套装、啊、防弹衣维修套装、头盔完维，这什么东西？我每个来一个。哎，你们过来！我来了！这里还有 ETC。ETC 都有吗？哦。哎，来个三级吧。来个三级包，这啥？紧急救援套件是啥？你现在帮我救援套件。对，你把我甲打掉，打我甲，别把我打死。好，看我护甲修复模式。噔噔噔噔噔，我的三级甲好啦，好了，我三级甲好了。牛逼不？老板，发点东西。老板再来点，老板再来点。再来点，老板，别，老板别打我，老板，哎，老板再来点，老板，哦哦、啊，我的天哪，三级甲，紧急救援套件，我怎么不能给自己回血？飞哥来个三级包，包，别打我呀，你给包归给包，三级甲不要了，来，给个 AWM。老婆，你给 AWM 发配件。套件、配件都给技术给，配件多给点了。看你妈说了，有药吗？药来点了。我操！飞哥疯了呀！大哥，这太多了！我来了，分点，不多。他妈的发了20几把 AWM， 才第30几。50几，50几，子弹来的。那你别光给枪不给弹啊，哥。够了吗？我操！够了！舒服了！210吗？AWM 210吗？飞哥，给你急救包。要来的，我没药了，要可以，八倍可以，八倍可以。飞哥，你不能给这么多，他们到时候来这里捡，大家都这么屌怎么办？来，给你药，用会了没？医疗箱10个，我操！6把枪，18个医疗箱啊！我们自己弄啊！牛逼！拿了，扩容弹夹、消音器啊什么？配件来点，兄弟。M4和配件。去你大爷！我还给你弄配件，麻烦死了。弄一下吧。扩容，打死你们这群逼！来一个嘛。扩容来一个吧，老板！打死你们这群逼！我操！大哥！你不要！哇，这轰炸机也太屌了吧！我操！这轰炸机他妈装的怎么一
小票里面狂乱战呐！大哥，你这一大票都白给的呀！哎呦！我太他妈狠了吧！我操！王者太厉害了吧！哎，你们能看我视角吗？把游戏卖关了，能看你视角。你们都把游戏卖关了，好吧？关了。你们都能看到我视角，那更爽啊！这真的是更爽啊！爽啊，大兄弟！让我们复活，飞哥。能复活了吗？炸了！飞哥炸了！啊！上雪。哈哈哈！让我复活，飞哥。怎么复活啊？我不知道。能复活吗？应该不能复活了。你把你游戏卖关了。我没开。应该不能复活了。这么小个红大区玩你妹啊！你把你游戏卖关了。我麦没开啊。我说张若涵。我没开，我没开。你开了。我也没开。现在呢？哎。哪个轰炸区炸的都炸成自由卖了，我靠！飞哥，我们尸体都没了，你快点把我们弄回来。没有能复活？还能复活？我问一下。有人在撞你。有人在撞你，飞哥。哇，这是什么东西、啊？哎，怎么连雪橇都有啊？你把雪橇车运过来干嘛？妈的！来撞我，撞撞！哦，撞老子！我撞了！我他妈服了！好变态哦！哎，哪个是复活啊？能复活吧？没有复活，不好意思了，兄弟。我操！飞了！我操！他起飞了！超人的姿势！啊！超人的姿势，兄弟！我操！飞这么快吗？怎么没声音啊？为什么在天空里面没声音啊？他没有光什么的。哇，这个超人太帅了！想过来捡东西，兄弟，给他个轰炸区，给他个轰炸区。我操！太变态了！别打你！别拿枪杀人，咱们就有轰炸区。哎，有轰炸区声音咋看不到轰炸区呢？我也看不到。来两枚，下来，给我把枪好不好？你看我没有枪。哎，我们刚刚应该试一下他飞的模式，我们跳到他身上能不能带着飞啊？啊 ，thank you。我把金身关了，我会不会死？把你背身上，你当然会死，你会死。哇，终于和……哎呀，我操！这是什么？这什么？摩托艇！我靠！哦！哎，兄弟，买挂吗？开着车都没有牌面啊，开这个！疯狂发车了！疯狂发！他妈！
哎，你飞到很高的地方，一边飞一边放这种车呀！你飞到很高的地方就开始给他们，给他们发车，疯狂发。批发部。兄弟，买挂不？我他妈！你哥在这飞。我操！你日我哥！你日我哥！你他妈日我哥！你们这群人能活？死！我操！没死！哎！信号枪吗？我试一下吧。不限信号枪。哎，你就疯狂往天上打，疯狂往天上打。好的。哎，有没有人来玩信号枪啊？我们倒是想玩的。你为啥把我们玩死呀？好像打不来飞机了呀，好像。有没有人来玩信号枪啊？我给你们刷信号枪，来我这。那到时候天空是不是全是飞机啊？他应该有空投数目的，他没调。那打不过来。飞哥，飞哥，发枪，发枪，飞哥。发信号枪。我操！你他妈你太狠了！干嘛呢？赏他们个轰炸圈！吃两发就没了呀！哎，我们去海边玩一下。你好像也不吃毒哎，你吃毒吗？我靠，你也不吃毒，他无敌的兄弟。他不吃毒，刷载具刷点什么载具？你把这片大海全部用船填上。那不是精卫填海吗？战飞填。金嘛。操！你弄船呀，船它浮掉不下去，你用车它浮掉下去。辉哥，刷船。啊，这个海底到底有多深啊？不知道哎。啊，到底了。哦，到底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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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操！这感觉像个变形金刚绑架一样。火都是绿的，火都是绿的。这好帅啊。哎，空我咋就能炸到这儿吗？应该不行吧，炸不到海底下。炸得到海底下吗？没声音啊。哎，应该是炸不到海底下。哎，这个对手太帅了，我把精神关了，看能不能打得过他们。不行，他们人呢？飞起来还有，飞起来还有一撮那个黄色的光在后面。我这不是装甲车发的有点多。哎，怎么还有个超级空投啊？我这不是装甲车发的有点多。啊，撞你，
撞你也不掉血，你这精神不搭嘎啊。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我，不要打，不要打我哥。没大哥别打我，大哥。牛逼。不是这个模式太 bug 了，这个沙克模式感觉对谁有完全没有游戏体验，知道吗？还有队友也没有。但是沙克模式感觉玩一次就感觉不太得劲了。那感觉好过分的。哎呦！我试一下从最高空掉下来会是什么样的。试一下，准备飞到最高呢。嗯。然后你要掉下去。会比飞机高吗？哎，我还没上过飞机呢。我靠，这也太高了吧！这也太高了吧！我恐高了。能多高？你怎么在往后飞啊？感觉没有吧？就往上飞。还能飞多高？最高能飞多高？你已经飞出地图了，兄弟。我操！哇，还有金色的光，把金色光金色开起来吧！快点去和太阳肩并肩。还要把金色的光开起来。啊，帅！然后再来一个超燃的 BGM， 飞哥，超燃的 BGM。等会就出来，我操！黑豆，我操，老子你已经飞出毒了。太他妈牛逼了！这他妈能飞多高？就如来神掌了。这能飞多高啊？这到底能飞多高啊？感觉无限高啊！上面应该是无限的吧？它上面应该没有什么。咱们要不飞到下播试一试？嗯。咱就一直这么飞的，好吧？哇，这不这么？站在空投上面飞哥。哎，这个伞。怎么还有人打我？呜！我操！回音是他的内放，啥意思？玩内放。出场方式太帅了！啊啊！哦，一个币被撞死了，拿刀砍死他吧！哎，你可以无限飞刀吗？无限飞？对的，连发飞刀。对的，我打算把所有人的叫上打内战，然后我给你们发装备，答对问题我就给你们发装备。牛逼，可以。别走！你能用刀把他飞爆吗？这辆车？别他妈走！这种事情我感觉我是能干得出来的，兄弟。哈哈哈哈。这种事情我真感觉我能干得出来。是的，我也是这么觉得。哦，上飞机我还没。那决赛圈的话，他直接一个轰炸区把那个小圈圈里的人全轰死了，不就了吗？我还没坐过飞机呢，能坐飞机吗？可以试一下，你要跟他保持那个。能坐飞机吗？试一下嘛，试一下嘛。他怎么往下掉啊？
超人姿势哎，这个也太……他一直没发现蓝湛飞。他刚才妈是不是骂我？你骂我，我房子都给你炸塌了我。啊，这也能炸死啊？这房子也能被炸倒？这房子里面都能被炸倒？我能扶他吗？我太久了，我在房子都是被炸塌的。哦、太凶了这一队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 C A R E P U 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不知道。哎，这是啥 ？C A R E P U 是啥？哎，你这个视角怎么变得怪怪的呀？啊、这个什么视角？不知道。不然你们以为防空洞是干嘛？哎，你好。哎，我给我喝，我操！啊，你要死了，兄弟！就透过车窗看到最后一眼吧。你也要死了，兄弟！我操！最后这个模式玩的时候谁有零游戏体验，这个游戏这个模式出来是干嘛的？这个沙哥感觉拿来搞队友的，我还可以召唤空投是吗？啊，我到现在没搞懂下面的 那两个是什么意思， LV3 还有 ADDMO 那是什么？ ADDMO 是什么了？不知道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 ADDMODM、还可以下空投吗？哎，我给你们发武器吧。发武器就把他们炸死。保护队友，其他人都打队友。哦，这个模式拿来保护队友的是吧？其他人都打我队友是吧？那就是四打五十个了，但是你是无敌的呀，这个逼连甲都没有。这模式就是保护队友，然后让自己的队友猛被杀是吧？哦，他们说 LV3 是那个三级全套。哎，被发现了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们开点东西让你们玩，你们别打架了。还有跑车？没在艾伦哥开过跑车吧？我还真没在艾伦哥开过。我还真给他们多弄点雪橇。我还真的没在艾伦哥开过跑车。真的是上帝想干啥就干啥。就队友死了，就相当于输了。哦，这个是拿来保护队友的，那我就拿个菠萝冲着别人打不就行了吗？那就证明我不能开战斧了。大哥你跑毒吧，大哥你跑毒吧，你别死了，我给你刷点药，我给你们刷点药，我给你们刷点药，估计要被毒死了。来来来来，给你们刷点药。他们还在很认真的对打。来七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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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七个。那给你了，兄弟。他死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妈的！
这个时候我跟你说旁边有人的吧。别照顾我。打打打死他，打死他妈这开装甲车的，操，我帮你。打我也没用啊，这个蓝弹没把我打下他呀。还是。这车里面两个人啊。你也要车是吧？我也给你刷辆。还有个人在哪？兄弟，我给你。这个车里面两个人啊。兄弟，我也给你刷辆装甲车。哦，两个人啊。哦，到极限了，不好意思。这不公平啊！你有车，别人没车。真的，怎么能这么不公平呢？来，我来帮你，我来帮你。我来帮你，我来帮你，我来帮你。我太他妈不公平了！你有车，别人没车。来来来，来，来来来上车。哦，还有一个人在对面，那不是一个人。还有个人在这儿，牛逼啊 ！Number two, where they go？ 三个统一一个单线，要都不先把蓝蓝飞给搞你先。他说要把你先搞死。怎么搞死啊？蓝蓝飞搞不死啊！他以为把你撞出毒，你就会被毒死了。来。要不这样，你们三个拿刀战算了，反正都这样。别打我，别打我。哦。不行啊！我操。Hello。怎么说？单挑。你怎么挑？你无敌。我看一下，哎，我给他点东西玩一下。我那个 ETC 我觉得挺好玩的。ETC 是啥？就是我刚才给你跑高速用的吗？哦，蓝圈感应器、载具修理器。我试一下这载具修理器有没有用。载具。他们绝对想把你扎死。哎，没有。哎，你说你坐在这哪里？这大了。他想把你炸死，还有一点血，哦，能回一点血，能回一点血，但是不能回满。来说一点，有什么好说的？没有的话就再见了。再见了，兄弟。这往哪躲呀？这往哪躲？哎呦！蓝战飞淘汰了一个人，海豹淘汰了两个人。哎，海豹杀手杀人呢？差劲！有气有气有。差劲！哎，那这个东西的话，那这个东西的话，就是你们谁有把我们那个三个人试一下看行不行？这样打看行不行？试一下。我们是四个人。就是你保护我们三个，我们三个死完了，就等于你输了。我们就等于我们输了。对。你不许开枪。对啊，我不许开枪，我不能带枪，怎么样？对对对对，好，可以可以。